限量扎古燕丝 free， 婚纱天使卡哇伊。见到佢哋就知有乜字物字啦，冇错，知唔系第三届 C3 日本动漫博览咯。寻日下昼两点开播啦，无论你想趁 yen 跌数平货买限量版，定系想揾志同道合嘅朋友，呢度一定啱晒你啊！当然唔少得 cosplay 啦。哇，阿叔你扮咩啊？婚纱小天使咯。喂，婚纱小天使系咁噶喎，个头会唔会？捋住啲头发本身系咁嘅，唔系本直嘅，本直嘅，咁系咯，咁你揾下呢度，揾下捋晒咯。相信咧，好多人都佩服你嘅勇气嘅，唔少人同你影相添，加油啊，婚纱大叔！是咪好有惊喜呢？仲有呢个惊喜啊！扎古本身系男人嘅浪漫 ，crossover 日本潮牌 mastermind， 大家系咪流晒口水呢？香港得150套嘅咋？mastermind 都冇。耶！今次第一次同 mastermind 合作咧，大家都好开心啊！为咗迎合香港高达迷做嘅，所以就特登设计做黑色。因为 mastermind 日本咧近年好受香港后生仔欢迎啊，所以想带日本嘅文化嚟香港啊，设计高达咧等香港高达迷欣赏日本嘅文化。只扎古一个钟就卖出一半啦，佢就特登请假嚟买咗四只，特别啲咯，比较系，因为佢本身系呢间嘅设计师出噶嘛，3000蚊差唔多啦，因为普通嘅 PG 都差唔多要可能2000蚊左右，喺古齐一齐收藏。高达可以话系 C3 嘅主角啦，因为瑞华行都推三只会场特别版，三日嘅展期，佢哋预计会有60万营业额噶。